光屁股长大的兄弟，十多年没见他，竟然变成女孩。硬着，是你不硬着啊？你回答我，硬着。我他妈是你爹呀，我还是硬着？你等会儿，硬着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是你爹。我他妈是你爹呀、啊！哎，光听声不看人，你这味儿对啊，硬着，你真对了。硬着、啊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屁快放。你这个后背啊，我想给他拔一下子火罐，拔满他26个。你能有点神神吗？老爹，我第一次就说这话呀。英儿，那谁能想到当初一起个门前大桥下洗过澡的好兄弟，你怎么是黑长直呢？啊，你多吓人呢！屁了，快走啊，晒死了！真晒呀、啊！英儿。正所谓的熊裤脚裤束，雌裤眼迷离，双裤满地走。你现在你是雌的还是雄的？你他妈瞎呀？怎么眼睛不用说见了啊？那啥，一会儿给你找地方住呗。找啥地儿啊？就住你家呗。不是，什么话？我以前拿你当哥们儿，你现在你是姐们儿，住不了。那有啥住不了的？哥们儿当姐的住呗。不是，我现在我这边拿不准你是不是哥们儿了。那个。你们干啥呀？啊？咱俩好哥们儿，不是你这干啥呀？不，你给我让一下道，我出去上厕所。你给你下班。吓我一跳！你上厕所你早说呀，我给你挪一挪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我还能想？那个，你到底要干啥呀？那个，这是夏天，不是春天，你切记，咱俩是哥们儿。不是我烟，我上厕所想抽根烟呢，喝啥？那不搁那呢吗？你自己拿呗。顺烟别顺火啊，火你给我留下呀。嗯。那你我得点呢，我得点呢，我点完给你。别忘了啊。嗯。干啥呀？那个，你出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呀，过来呀，过来。哎呀，过来，过来。慢点，慢点。啥呀？不是，那女的，你懂我意思不？不是，咱哥们儿咋的呀？你用动物的话讲，你这版权了？不反不反权，我看上了，帮我要微信呗。管，真是某给你跪下点的。哎哎，不用，你干啥呀？我管行了吧？你就比赛。我爱你。啊。不是，啥玩意儿？我爱你。啥意思呀？我。字面意思啊。你这是爱慕的爱和喜爱的爱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就是爱情的爱。哎呦我上天，你想要啥？要吃的是不是？那钱、手机都给你。不，我就想要你。你又要干啥呀你？哎呀妈，不是，你得给我时间，我慢慢接受啊。咱俩相处这么多年了，你还需要啥时间呢？就是因为相处这么多年了，你能对我下得去手吗？哎呦，这玩意儿不关了灯都一样吗？啊，你这什么胡乱之词？我不是你真关灯啊？啊，我来了。啊！妈呀！不，我说你关关灯，你人怎么呢？啊，我跟你闹玩，你当真事听着？行啊，你以后别让我看你。喜欢不？喜欢。买了。啊？完了，给这也买了。你有啥事儿啊？其实我还真有个事儿求你。你说吧。这事儿就只有你能办。咱俩是不是好哥们？是啊。那我现在求你个事儿行不行？这啥事儿你就说呗，磨磨唧唧的。你能答应我不？你先说事儿。那离近点，我告诉你。不有事儿你就说吧，离我那么近干什么？他妈这么多人，我不好意思吗？不，那你说吧。你他妈要给我采耳啊？那个能不能给我生个孩子？啊？能不能给我生个孩子？你有病啊？不是我没病，我挺正常的。我主要是咋的呢？我这不到岁数了吗？这家里催得急，我在众多筛选当中也就你行了。而且这事儿你知道不？对咱俩双方之间的人品要求都非常高。关键他妈不，我人品有问题。饿了订点外卖呗。哎呀妈呀！你咋在我床上呢？不是，你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给你送回来的嘛，忘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哪有啥然后了？你瞅我，裤子都穿着呢，衣服这边也穿着呢。你啥也没干啊？
你妈，我都喝成那样了，你看我能干啥呀？那啥，你扶我一下子。扶你咋的了？哎，我腰疼有点。哎，不是，干啥呀你？腰疼啥呀？那我昨天晚上我背你回来的，你瞅你现在你胖的跟猪似的。来，快不快来？昨天吃的啥？烧烤。喝的啥？红梅。喝多少？那我哪记得清？穿啥打扮的？矮白色。我那个啥，昨天晚上我给你背回来，完了给你放床上，我不得放拖鞋吗？是吧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嗯。啊，我昨天穿丝袜找不着，你帮我找找呗。啊，昨天也没穿丝袜。嗯。啊，穿了，怎么没穿？我找找。没穿。小姑娘，你说进就进呐？你都哥们怕啥的呀？不是，那我要没穿衣服呢？我看。哎呀妈！这不穿了吗？说吧，啥事儿？我有点家庭问题需要你解决一下。你爸你妈离婚了？怎么你爸爸离婚了？你全家都离婚了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不是，那啥事儿啊？就是我最近感觉自己有点孤独空虚，你懂不？啊、嗯？想要我闺蜜微信就直说。哎，不是，这情感方面，情感方面，那不还是缺娘们了吗？也不是，你别娘们唧唧的，你快点说。我想要个孩子。你也老大不小了啊，要个孩子也行，得要，跟谁呀？跟你。跟我？啊，对，我内分泌失调，我都快焊死了，你跟我要？喜欢。你喜欢我啥呀？我改。哎，我就喜欢你这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。我没胡说八道，我真汗死了，别给我添堵，你马上滚，马上滚。你喝啥我给你买。我有。吃啥我给你买。我遇傻了，人猪买票了。你这怎么整这个？你干啥呀？这个这怎么整？你再碰我试试。不是这块。什么消费？你别管，你换就完了，你指定买不起。啥话呢？多少钱？W 的土币，只要你喜欢我就给你买，你以后想穿啥我都给你买。哎，等我出去你再脱，快快快点的！你有事儿求我呀？没有，我这对你好还不行？你有啥？能退了？哥们儿，你咋的了？今天有个忙，你帮我一下。什么有忙就说呗，这事整的。你帮我生个孩子。是我怎么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？那什么哥们儿啊，为了促进哥们友谊，你帮生个孩子。我做梦，我他妈是不是点就没揍你了？哎我操，哎呦爽。这么着急找嘎呀？特别急，咱先亲个嘴。亲个屁呀、啊、哎，不亲嘴也先拉个手。拉个屁，上厕所拉屎都费劲，拉屎特别着急。特别着急是有多急啊？要多急有多急。不行，你先上厕所呢。你给我拿来。哎呦，你媳妇今天挺爷们儿啊。干啥呢你？没事，你可以走了。啥意思啊？啊，我刚才对象找不着，喊你过来，哎，帮个忙。推销装潢术是吧？没事，我俩逛街去了啊，拜拜。我替你飞机赶。干啥呢？哎，你信不信我一动不动就能亲住你闺蜜？喂，你占便宜没够啊，我理了你。我要输了给你200，你要输了给我200。200，给你2000，啥意思啊？我在不动情况下能亲住你闺蜜，亲不着给你2000。哎呀妈，你要想给我钱，你直说。但我要亲住了，你给我2000。没事啊，咱就当被狗舔了，完事咱一人取一。嗯。等会儿吗？妈，风咋这么大呢？这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就是当你，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快乐就像你个屁塞子，你上这儿，让我讲给你听啊！我就不明白了，那烟有啥好的，还非得偷摸的。我又得挣钱养家，我还得负责让你貌美如花，我他妈生活压力还大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这是我唯一一个解乏的方式，你还不让你整，你说我不偷摸咋整？解乏你找我呀？对，那哪是解乏，那不是漏洞吗？你啥意思？不是我，不是你啥意思？哎，不是，
妈呀，大宝对我这么好，别说我对你不好啊，要抽咱抽点好的，老抽咱干啥呀？妈呀，给我都感动了都，谢谢宝贝。我能出来跟你商量。干啥呀？我没拿，我一下子没碰着烟。我还没说是啥呢。这妈哪有啊，给买东西给人后面等要求呢，不了你快先把别人捎一捎。哎，你逼谁呢，你这鬼，我不听你说话。开心娃娃笑，感谢观看。